才我讲奥地利无激素猪肉咧，阿邦啲 lock 啊，即系锁住邦尼咧就话啦。哎，你真系仲话半个欧洲人，三分二个维也纳人、哦，人哋欧洲啊用激素系管得好严噶，基本上咧，所以咧欧洲系唔需要讲系冇激素噶，即系话你基本上咧，你喺街买嗰啲随随便便都系冇激素，所以我从来冇见过一个招上面会标明话冇激素咧，所以我哋咧喺亚洲咧食开咧好多激素嘅大陆猪咧，鸡啊都好多嘅，所以即系我哋呢排大乡里咯，吓、嗯、唔、啊、知道咧，唯有咧就一定要分辨我冇激素啊，嗯哼。即是要标明嘅，要标明冇激素，冇激素系天经地义噶嘛。系啊，所以我完全唔知呢样、啊。即系你话如果我变性咁，我就用激素啫，系咪先？我真系激亲啊！会唔会越食越多，吸收咗啲激素，会慢慢变形咧？所以点解咧？话新一代嘅少男少女咧，嗰、那个乳房系大啲嘅咧？哦，咁样噶？系因为食得鸡翼多。哦，啊，我好似听我又系食紧啲咩？但系鸡，我唔肯定打落个鸡翼嗰度噶嘛，嗰啲激素。哦，以前咧就系咧所谓打针鸡咧，就打落条颈，系或者咧系塞粒药咧塞落个颈嗰度，系嗱俾佢散，所以话千祈唔好食鸡颈啊。哦，呢啲我不嬲都唔会。啊，但系而家咧，其实咧个个咧，我要食鸡中翼，我要食鸡翼。我食蜜糖鸡翼咁样噶嘛？个鸡翼你知嗱，鸡翼啊分三 part 噶，系啊系啊，头头第一个啦，系铜锣湾有间车仔面店最出名系鸡翼尖啊嘛，系啦，有三个 part 嘅，你中意食边个咧？我鸡中翼，对唔住，我都系咁，系真系，零食好食噶，系啊，我哋发现一笪地方突然间原来鸡翼好好食添，系真系估唔到，变咗成餐饭个主菜咁就系个鸡翼，阿菲菲发现嘅。我记得系睇俾埋先嘅，有鸡翼嘅呢度，系啊，叫咯咁。啲细路仔有阵时佢睇啲嘢同我哋大人睇，所以真系啊，即系我哋呢啲咧唔系老饼，而系咧太多既定嘅成规。嗱呢样系啦，细路仔翻嚟冇咗呢规，佢掉晒佢咧，佢翻嚟要自己嘅方法揾到一样嘢出嚟嘅。所以话咧，即系得少年就得天下。系啊，系啊，唔系林郑咁样嘅，闩埋门自己喺度度，仲要同人斗气。佢真系斗气，我发觉佢系啊，喂，一个有正常思维嘅人都应该知道，你仲而家话佢系有正常思维，即系如果一个正常思维，应该都会知道系应该点样做啊。佢就反其道而行。系啊，所以咧，点解咧？而家越嚟越多人咧，一听佢出嚟话见记者咧。真系睇佢前面争到后面，系啊！做记者你系几惨，好惨啊！你住要去，焗住要去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听足全程添，系啊，明知系废话嚟嘅，系啊。嗱，有啲嘢咧，有阵时咧，即系焗住都要做。我身不由己嘅好多嘢系，好多时咧，我都同你，譬如我出机场咁样，梗系唔好去机场食啦，喺附近食咗先啦。机场冇好嘢食噶。又贵咧，系贵啲噶，系啊，系啊，啲噶，点知贵啲啊？我就记得20蚊个蛋挞，呢个我系我记住嘅，我揿住你咋，就买蛋挞食20蚊一个，傻咗，20蚊个蛋挞。虽然我都想鼓励你买一个嚟试下，睇下同外边有咩唔同。我可以唔好话写包单，九成我话系一样嘅，或者差啲添。因为有几多人会买蛋挞咧？你蛋挞，点解你硬系觉得机场里边啲嘢硬系差啲嘅咧？唔系机场嗱，喺 Terminal 2以前咧，系咪一间弹岛啊？冇留意到吓，弹岛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。吓，弹岛喺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嗰度咧，曾经开过噶嘛。嗱，嗰啲蛋挞又真系正啦。虽然我稍稍嫌咧，弹到嘅蛋挞咧，嗰个酥皮厚得滞，而家相对上咧就系嗰个嘅馅咧就少咗。哦，你咁啊，见仁见智嘅，有啲人中意食个个酥皮噶嘛，有啲人中意好风骚嘅嘢添。你与大相关？冇，我一关嘅啫。我唔知道，我真系唔知道有一间叫弹到香嗰度嘅。即系我就你翻嚟少啊，唔系通常我唔会去到嗰度先食嘢，去到嗰有咩食，对于我嚟讲系冇吸引力噶。啊，我通常都系食饱因为我夜机嗱，我要先生讲夜机系陈慧娴唱。我去翻欧洲啲机通常都系11点几啊咁样嘅，咁我通常9点钟出机场嘅，咁我啱就喺屋企。唔系啊，你可以去 lounge 嗰度。
食呢个鱼蛋粉有埋红豆沙噶。我啲一次就够啦，你次次去。唔系你可以 upgrade 到上去嗰啲，就咪入去嗰啲吓。嗱、啊，我又未，我就未，又未去到嗰、那个嗰、那个，我又唔系成日搭啊嘛。啊，我话时话啦，嗰、那个系咪一定要搭国泰我先可以入到去个 launch？ 定系我有张卡就可以入到个 launch 噶啦？边个 launch？ 最 cheap 嗰个食鱼蛋粉嗰、那个。我唔系，你睇咩卡啫？即我同你都有嗰张卡啦。以前咧汇丰嘅汇丰某个街嘅卡咧、都得嘅，而家你要消费1500蚊先有。唔系，咁如果我攞张嗰张国泰嗰张嘅 A E 卡就得。哦，系嗰张得噶嘛？嗰张得。即就算我系离开香港，唔系搭国泰，我搭大家航空公司，只要我嗰张 A E 卡，我就诶咁得。系、啊。咁我听日去嗰食早餐先。嗱，边我听边位喂食鬼吓？听日如果系去离开香港响机场嘅，你9:00啦。好心你就走上去啊！嗰度有间咩啊？有一间 茶餐厅，翠华啊嘛，嗰间系翠华，翠华系啊，翠华，翠华惨啊！我怀疑佢咧几个月后好大镬啊！吓、啊，其实嗰度冇人啦，已经啊！我今次翻嚟都系啊，搭个机翻嚟系得一半嘅啫嘛，平常唔会唔止咁少人嘅，一半即系嗰个座位系满嘅啫。系系啊，好啦，嗱咁咧就机场嘅嘢好唔好食咧，大家心里有数啦、但系咧，我人在法兰克福咧，系逗留10个钟头咧，我无论我都要食嘢。嗱，我其实我好悭。你系咪有人？你有意无意，你硬系好中意去啲机场。一系就瞓一晚，一系就留12个钟，一系留十。你估我想噶？你知道我时间系金钱嚟噶嘛？不好彩你做嗰啲嘢，我见过你踎喺楼梯底又做过，机场楼罗马机场楼梯底又做过，你度度都做得噶。好彩其实我个人真系好勤力嘅。嗱，呢个真系代过太薄。我系可以做证嘅，你真系好勤力。你真系任何时候，礼拜三啊见你眉头一起身，禮拜三你個眉頭開始皺埋噶啦，你真係好慘嘅。跟住四五六咧，你就好忙嘅，有任何嘢都唔使預你咁滯嘅。嗱，我都好慳嘅。我成日都話唔會喺機場食啦，成日都去食快餐店啦。但係10个鐘頭流流長，我冇理由都係食快餐店。係啊，你響邊個機場話？法蘭克福機場。法蘭克福機場好大嘅。係好大好大啊！注意法蘭克福機場咧。是分 Terminal 1、Terminal 2的。是啦。咁呢你人哋话你听哦你嗰度 Terminal 1, 所以知道呢我班机是10个钟头后。是啊。咁呢我就问问究竟因为呢显示板睇唔到㗎。冇错。点解要问得咁清楚呢哦你嗰个飞香港啊 ,Terminal 1, 但佢会问 Terminal 1, 机 A,B、C、D、E 啊，系啊，有噶，系噶，系啊。好、哦，你去自己揾啦、啊。对唔住 ，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 啊。其实喺唔同地方仲要坐火车嘅。要坐火车。嗱喺同一个 terminal 里边，你唔好以为话哦，去 A 区、你就点样 ，B 区又点样样、啊，系唔同噶、啊。有 A 嗰度咧，有嗱，需知道咧，欧盟嘅时候你要 check 法兰克福咧。是欧洲一个做 hub 即是做枢纽的机场的，一个是克福啦，好大嘅，一个是 Heathrow 伦敦嘅，系啦，伦敦嘅希斯路机场，冇错啦。吓、咁咧，我就嗱一声走去 Lufthansa 嗰度问啦、你知道啦，问嗱我真系几熟啊，法兰克福机场我都去几次啦嘛，咁问。究竟呢班机10个钟头后会喺边一区先？系啦，佢因为嗱，因为点解咧？都系佢哋一定会知嘅，因为你系去香港嘛，是啊、即系你系由欧盟离开欧盟去一个非欧盟嘅地方啊，所以你一定要个 passport control 嘅，所以你一过咗个范围就窄咗好多嘅。系啦，一过咗嗰边咧，得两个。佢话 B， 咁个机未讲得俾你听住，系啦，咁咧就总之就系 B 区。啱，一定会话俾你听。咁我就心谂啊。咦 ，B 区啊，我唔去住啦。咁即系横掂都要去啊嘛，我调转头去试先啦，系嘛？我惊窄得滞啊，嗰度吓，你知道啦，即系你入咗区走唔翻出嚟噶嘛，因为过咗个 immigration 啊嘛。冇错啦。咁啊，我梗系喺附近游走一下。咁啊，咦？嗱，我就评估啦。通常咧，上到飞机咧，因为我。要坐10个钟头机啊嘛，等10个钟头坐10个钟头机，你谂下嗰啲日子几艰难啊，比猝死更难受。咁我就评估咧，一上去咧，一定系喂晚餐。嗱，虽然我班机11点几，夜晚11点几，
一定是给晚餐你吃，一定啊，是啊，咁我着数啲啦，我就评估啦，我点样悭？嗱，我报俾你听嗰个开支好细啊，好细啊，系、啊啊、因为我悭啊，嗯、我就谂，唔系我谂下你食咗啲咩？我而家我食咗好少少嘅午餐，嗯、跟住咧再临上机前三四个钟咧、嗯，去买个包嚼下咪得咯。唔系嗱，法兰克福机场咧就好多角色，其实你可以有啤酒屋噶嘛，你去嗰度饮杯啤酒噶嘛，贵嘅$5咯，系嘛？我呢就按照我的規劃，晏晝嗰餐咧食好啲，咁咧臨上機前大概六點零鐘咧食個包，係啦，咁啊上機咧就已經有餐有晚餐食啦。完全按我規劃，所以咧我只係使咗咁少錢。我睇數嘅，連埋坐翻香港坐巴士，係新開咗架巴士，係啊點啊，直接去到我屋企附近嘅，哇！2月6日先開嘅。哇！嗰條線係啊，你差唔多你哇好喎、啊。喂，咁以後你就唔使，因為以前我覺得你幾格式化嘅。係啊，轉折一番啊，好啦，我食咩咧？嗯，各位，我冇嚟再食西餐嘅。喂，機場有中餐，我又唔覺眼喎、啊。我好熟嘅，我行雲山。Frankfurt 有中餐，我又真係唔覺眼喎、啊。佢唔係叫中餐，唔係叫中餐，因為佢包羅咗咧亞洲風味。哦，即係泰式啊嗰啲咩？主要係泰式，但佢聲稱有呢個日本嘅壽司同埋咩？我心諗日本壽司，我從來唔會領嘢喺歐洲食日本壽司係攞苦嚟辛嘅啫。嗱，你記唔記得你去到位啦？我咪去諗住訂一間餐廳同你食嘅。我真係諗住請你食全維亞最好嗰間壽司店嘅。我就問你係咪日本人？你話唔係，係台灣。係台灣人咯。唔係咁，佢係跟日本師傅嘅咁。但可惜咧，全部嗱，你諗下，我係打電話早幾日打電話去，佢話打後嗰幾日已經全部滿曬，兩個位都冇，所以我哋最後係食唔到嘅。好啦，嚇我。食呢个泰式，嗯哼 ，Janet， 麻烦你出第一张相俾大家睇下。哦，呢个咧就系泰式嘅所谓咧船粉，嗯哼，吓船粉我同你都食过啦，喺呢个吓泰国都食过啦，系啊呢个船粉，望落去点样样？单薄咗呢个，睇落得两只虾喺度咯。嗱，嗯，你唔好睇小呢两只虾，嗯哼。嗰、那個船粉本身咧係8.9定乜嘢？唔知8.9定八個，一陣間有張單睇。算平喎、哦，8.幾就算平嘅。歐元喎、哦，算平咯。但係係齋啫喎，咩係齋？我見到有兩隻蝦喺度，點樣齋啊？蝦係加錢，我係加咗4歐元。系啦，嗱咁就差唔多啦。系啦，我8.9我哋平，嗱我知价噶，我知道呢啲唔会系咁平嘅。大佬8.9得数菜咋？系咯系咯，唔系机场啊，大佬。粉咋？喂，你知唔知机场系点啊？机场我同你分身家噶，你喺机场卖嘅嘢，佢抽你唔知20% 咁样噶，同机场。好啦，你望到呢两只虾，我你冇留意头先我所讲嘅。我加咗4歐元。系咯，我知啊，你加四，我咪13個，我话加13個几都变咗系。你望下呢两只虾有几大？唔做唔嗱，我专登将嗰嚿葱摆咗，那个葱头摆咗俾你睇啊！你个大葱啊嘛，系嘛？嗰个大葱，佢仅仅比大葱大，即系咁，即系手指尾两截手指尾咁嘅啫。系咯，4歐元。喂，喺机场劈你劈边个啊？我立即嘈啊！有用咩？我话我加咗4蚊，我系加虾噶，我讲明加虾噶。我话两只虾4歐元。嗱、嗯，如果你话大虎虾，我梗系冇声出啦。喂，西班牙红虾好唔好啊？4蚊。嗱，我唔敢。你估我系茶王啊？咁嗰嘢立即话啊，六，系5隻。我见到两只啫，沉咗向底。冇错啦，佢、哦、兜上嚟，沉喺底。嗯哼，各位，兜我其实攞翻去啊，因为我系条气唔顺。咁啊，梗系唔顺啦。我捧住，我心有不甘。但系我俾4歐元，你俾两只虾我，我沿个我影咗相，沿个捧翻去。唔系，我系你会有咩唔同嘅做法咧？我先会闹下底，会唔会闹底响底先？你就见到咁，你就嗱一声走去嘈人。系啦，闹底。嗯，各位。流出嚟，嗯，4隻，
我话你话 five 噶，而家四只，你真系好婆妈，我发觉你真系好婆妈。咁、啊、你真系走去做人啦？咁佢话，咁我而家整一只话唔使啦，唔使啦，嗯，吓、啊，嗯，咁，但系我条气仍然唔顺咯，五只咁，四只，而家系四只，四只咁嘅虾，四欧元，即系十。差不多一蚊一隻咯，即系歐元一蚊一隻咯，變咁鬼細只蝦，都話喺機場啊，冇辦法噶，機場嗰啲價錢一定會貴噶。咁你頭先話啤酒幾錢嘛？五蚊咯。下一張相睇下，嗱，你識睇德文嘅？係啊 ，Pils 你三個九咯，嗱，三個九啊，三個九係零點，係細杯嘅咯，細杯三個九啊嘛，細係啊，細杯嗱，我都唔敢買大杯，零點一，我大杯嗰啲五蚊啦，即係半嗰啲睇嗰啲五蚊啦，應該係。總之平過四隻蝦仔，平四隻蝦仔一毫子，嗯嚇、啊，哇嗰啲蝦真係，嗱你睇到啊，淨係呢一餐。都百幾蚊港紙，咁都你嗱，第一你喺歐洲第二兩機場啊嘛，你想點啫？你去香港機場，你頭先你都講啦，食嘢係貴啲噶嘛，咁咪就貴啲咯。呢、這個嗱，如果呢個咁嘅面咧，加埋幾隻蝦咁樣咧，好細碗咋？嗱，如果係喺市中心食咧，就係八個半有埋蝦噶啦。喺、機場就真係貴咗嗰四蚊嘅啫，喺市中心食啦。八个半、八个九、九蚊，点会喺市中心唔通我出一出呢、這个？唔系咁唔会嘅，但你有好多选择噶嘛。嗱，第一，你要喺嗰度食啲平，即系比较平价啲，食翻 local 嘢。嗱，大家睇到啦，二月一号我抵达啦，系啊系啊，十三，因为你记住，你食翻啲 local 嘢，咁咪可以系平啲。你要特啲嘢，特你对于嗱，你记住呢咁嘅亚洲嘢，喺欧洲嚟讲，佢叫特色嘢嚟嘅。有肠仲贵。我原本我上次經法蘭福我就食腸，食腸，成個 set 啊，嗯哼，得一條大腸，我知啊，我知邊只，咁就俾啲酸菜，八碗啊嘛，稍微夠啊嘛，嚇，跟住咧有一條嗰啲唔知咩脆卜卜脆嗰啲嘢，啊，一杯啤酒，細啤酒，一個 set， 你估幾錢啊？一條腸十。首先加埋啤酒，平俾你喎，呢個 set 嚟嘅。係，咁你有咁多嘢喺度啊嘛。喂，有幾多嘢啊？有腸啦，有烧鹅球啦，好少啫，一汁仔咋。都係有啊，再加埋杯啤酒，十五蚊到啦。19.25。哦，咁啊真係好貴。唔係咩啊？真係好貴。所以我今次咪唔食咯。唉，諗住食碗粉飽啲啊嘛。碗粉好細添，唔係大。係啦，碗粉係好細㗎。細到咧，直情係。你知啦，你而家你就算去味千拉面嗰啲面嗰啲碗几大啊？头先你见到个碗几细啊？嗱，你呢个面咧就应该系嗰啲人哋以前细个食咩生菜鲮鱼球咧，嗰啲碗装晒噶啦，可以大少少咁。唔系个碗系大大，里边个馅咧，你系一个嗰啲。因为我去到睇到卤刀叔，哇咁嗱声啦，我以为系嗰啲。佢冇呃你，有卤刀叔咯，话俾你听有虾噶，系咪？喂，有住菜。唔系，我话。有咩料啊？咁佢就数，我数来数去都系啲菜咯，全部有 carrot 啊，系咪有 leek 啊？系咯，佢话哦，可以加嘢，加咩？你可以加牛肉，嗯，鸡肉，牛肉几钱啊？牛肉五蚊，有冇啲平啲啊？咁你可以加虾，虾几钱啊？四蚊，咦，加虾平过加牛肉喎？心理真系你嗱，你谂下，即系我嗱，我从来我身为作为你 partner， 我唔会出声。你已经咁辛苦做咗咁耐嘢啊，咁你嗰餐食好少少啦。嗱，我叫你嗱，我有冇叫过你？我话你翻香港搭的士翻屋企，我有冇叫过你先？你话唔使啦，我而家搭巴士系啦，而家有个巴士去你嗰度。咁我真系搭巴士，但系我有叫过你搭的士噶嘛？我为我 partner 就想搭咗长程机翻到香港，攞埋行李攰嚟，即刻搭的士翻。我有冇咁讲噶先？我个人咧吓系嗰啲咧匿埋喺柴房喊嗰啲媳妇仔咁样咧。即系呢？唔系，我觉得我系悭自己，唔悭人。唔系，我觉得好多嘢系应尽嘅用嘅，应悭人。即系你话我，比如调翻转系我，我搭咗十几个钟头飞机，跟住唔系之前要响机场，我搵咗十个钟，跟住搭十个钟头飞机，翻到去，喂，我真系想快啲翻屋企休息，我要搭的士，即系我都会要求系咁样啊。我点会唔要求？我都觉得一定叫埋你，喂，你搭的士翻去啦。嗱，我呢啲嗱，真系我真系及住个时间嗱先，你悭家咯，你悭家真系冇啊。嗱，各位，以后咧如果可以嘅话，你早一日咧买带个杯面上。抵几多啊？你带个杯面，你估攞水唔使钱啊？
唔系啩？喂，因为人哋喺机场嗰啲咧有条匙噶，你打咗单咩成咁，你佢揿一下咁，佢当你一杯茶咁样出嚟嘅嗰啲水系，佢即系佢揿一下咧，佢起码收你茶钱，即系一杯茶嘅嗰、那个嗰、那个。咁衰嘅？如果你要揿两下，两杯，因为杯面你唔系、欸，我听过女人讲攞热水嘅办法唔使钱，点样咧？有啲咧系喂奶室啊吓吓，走入去有嘅。喂奶室里面点解有？哦，我系俾你冲咩冲奶啊？系系啩？我冇入过去，我听啲听啲师奶讲过。第二次其实我应该入去睇下，即系见识下都好。你扮师奶啊？唔系，咁嗰啲男人不能入噶。边个话？点解男人唔能入？咁人哋冚唪唥打开赤肋咁样。唔系，里边系好大间，好大间。我未入过去，我鬼知啊！唔系，通常呢啲系一个人嘅，即系一个位咁样，唔会好大嘅。点啊？你睇我睇你啊？去嗰度唔会噶嘛？通常是一个人的，我真的答你不到，我真的没有入过去嘛。你以常理咯，是不是？即是你不会是有四五个人在这样你望着我喂奶，我都望着喂奶这样。一间房有好一间一张梳发。可能是深宵食堂这样排排坐。通常就是跟着隔离 有地方给你换片啊，但是有水不是啊，现在男厕都有专门换片的。喂，大把哇，挺犀利啊，你现在进步了，就是说男士呢其实呢大家忽略了，长期忽略了男士呢都其实是有臭 BB 的。有 我以前我都是我抱个女入去换片的嘛。抱到个女隻眼呢成日掘人。不是，那应该因为很多你在欧洲的家庭不一定是，即这个很多东西不是好，不是 office， 不是一定是女士去抽个细路仔嘅，啱嘅，系啊，呢种观念咧系好正确。因为一个家系两个人噶嘛，咁你有啲嘢系男人都可以做噶嘛，即系好多有好多人，好多家庭生咗 B B 之后，个爸喺屋企坐月休息两年，而个老婆系，喂，我识，即系我系识催奶系嘛，回月啊，系啊。都冇，嗰應該冇，我哋嗰啲冇呢啲冇 market 嘅，因為好少人會請呢個陪月。market 係創造嘅，嗯，係啊，即係你唔可以因應咧，你其實好多時咧係創造個市場出嚟咧，咁啊係嘅，推銷個商品嘅，係咯，咁我介紹你去做咩咯，係咪陪月咯？係啊，我得㗎，我你有冇學過？有冇跟阿中醫阿媽學過啫？喂，我呢啲。不是只是跟一个，这些呢就真的除了是我有很多常识的嘛。那你阿菲菲出世的时候你有没有帮过手啊？我去上过堂的。那不行了，那你有资格了，那你有资格，有实践经验，有 theory 经验，英文就叫 qualify。是的。好啦，嗱，讲到这里呢就大家呢去机场吃东西呢就真的睇路行啊。睇路行啊。休息一阵。